开心，就是开心。谢谢华晨宇，今天华晨宇算捡了一个便宜。通常最后一位出场的歌手会比较幸运，一是因为不会太紧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更容易拉票，因为观众对你的印象比较深刻。哈林哥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华晨宇说？没有。好，其实每一首歌的创作都是从不完整到完整的过程。今天萧红在这里只能代表春的这首歌的一半，在缺少了另一半的情况下，其实这首歌并不完整。但是哈林哥你知道吗，今天这首歌的另一半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有请嗨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词作者何心怡。Hello， 你是真人是吗？对，哦，他是机器人，小叮当。你是何心怡啊？哦哦，好，哎，他不是三年级吗？长大了，他不会长大了，长大了。那你现在读多大了？现在十二岁，读初一。哦，那你这首歌写的还蛮早的，小叮当。立马备份就出来了。再次非常的看长相，我也谢谢萧鹏叔叔。玩音乐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它可以跨越地域和年龄，让可能一生都没有交集的两个人产生关联。嗨歌是鼓励所有原创音乐人的一档栏目，无论地位，不分年龄。所以今天嗨歌要为何心怡小朋友颁发一个嗨歌最年龄最小词作者的奖项，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这份热情，坚持下去。有请哈林哥为何心怡颁奖。请几位暂时下台休息，等待腾讯网友的投票结果。嗨歌年度盛典入围的七首歌已经全部演绎演唱完。